回事？你给奶奶喝冷水，现在奶奶感冒了，在那里。不在，女神经干嘛？又欺负你妹妹啊？没有，她天天给奶奶喝吃冷的饭，然后又不好做饭，给奶奶喝凉水。现在奶奶感冒了，在那里。没有，我给奶奶喝的是热水。这两天都下雨，奶奶感冒了。你还狡辩？你赶紧哎，等一下，找药，赶紧去找药。不是，现在不是你们两个争吵的时候吧？奶奶感冒了还不赶紧去买药？现在在这里，你骂她有什么用啊？现在去街上，县城里面那个药店都关门了，我们去那里要3-4个小时。都怪你，不是，放别走走走，别动手，干嘛呢？那总得想办法啊，去山上采呀。我们准备去山上采，赶紧，都是叫你一天天的不听我的话，哎、现在不要动手动脚的，真的是，好好说嘛，咋回事啊？走吧。喂，男神，你来了，你们去采吧，我去家里面看着奶奶。什么？你去家里面啊？你正好来了，你们两个去呀、啊。一起去。像是这个样子很难找，你跟我都知道哪里可以找得到，我们两个分开找容易找得到。一起去啊，走啊，那得干嘛呢？走吧。真的是。快点。小可，你去那里那条路去找，我跟男神走这条路去找。不是，你是姐姐，不应该你一个人去这边吗？这样吧，你去那边。我和小可去上面这条路，然后等一下找到了在这里集合啊！你作为姐姐不应该一个人去吗？干嘛让妹妹一个人去啊？去就去嘛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赶紧的，走吧，小可，我们上去。他要面子。哎，没事，走吧。这感冒药是什么样的？以前都有的，这不知道怎么写。它长什么样嘛？你跟我说一下，那个我帮你一起找啊。我也不认识。你肯定不认识。对，你形容一下这个草的形状，或者是大小，或者是颜色怎么的，我们一起找更快一点嘛。这么长的，我形容不来。那不知道姐姐她找到没有？要不然我们去下面看一下。要不然我们去下面看一下你姐姐找到没有，万一她找到了在那里等我们呢？你去看一会儿吧，我再找一会儿。没事，我们一起去，我怎么放心让你一个人在这山里面。走吧，走走走，赶紧，我们赶紧去看一下。走吧。这个我们等了多久了？快半个时辰了。不知道啊，我感觉天都快黑了。要不这样，我们过去找一下吧，万一他待会儿出什么事儿怎么办，对吧？赶紧的去吧。哎，慢一点，小心地滑。等一下，走慢一点。没事。哎，没事。哎呀，这样。这也不是办法，我们两个人这样找的话，一起找的话，这样，你走这上面，我走这下面，然后我们等一下。我小心，你在哪儿？我走这个，你走那个。啊，行，小心点啊，你自己注意。喊我啊！啊，注意安全啊！哎呀，我不是李正经，你去哪了？我跟你妹到处找你。我刚刚去上面找药。我找到了，我让妹妹先回去熬药了。啊，让她先回去熬药了。对，让我来通知你一起回家。是这样吗？对。啊，那行，那咱们赶紧走，这个天快黑了，待会儿晚上山里面不安全，快。走吧。走吧，走，走快点，你走前面，赶紧的，走快点。小心一点哦。没事，赶紧走，不用不担心我，走，走快点呀，这天都快黑了。着什么急嘛？她肯定已经回家了。回去看一下呀。走快点啦，快点，赶紧的，真的就跟个乌龟一样，肯定已经在家了。他在家了，赶紧回去啊，看一下啊，找个药还要自己跑回家，真的是，真的是。小可，跌跌撞撞背，小可，这怎么没人呢？小可，人呢吗？你不是说他在家吗？人呢？他肯定去找隔壁小张玩了。什么隔壁小张玩了？现在天都快黑了，几点了？哎呀，没事，他肯定在隔壁玩，等一下他就回来了。
赶紧赶紧我们去做饭吃。做饭做什么饭呀、啊、赶紧上去找小可，先把小可给我找下来，赶紧的。一起去。他在哪里啊？啊，是不是你又隔壁玩呀？是不是你又搞了什么坏事啊？没有啊。没有他为什么会不突然之间消失了？他肯定先回来了，然后再赶紧上山去找，赶紧上山去找，待会儿天黑了就不好找了，快点，赶紧的，走。李成静，人呢嘛？天都黑了。等会儿啊。在哪里啊？小可。小可。哇，小可。这个等一下，找不到他，我不舒服。他怎么可能迷路？是不是你故意做了些什么事儿？吴小可啊，余生静，等一下，我不收拾他。你收拾他，我在想是不是你把他怎么了？因为刚才就你跟他碰面了，然后他就消失了。一天的乱跑，这天马上快黑了。找个药这么逼逼的，真的是。我跟你说，找不到小可，我才跟你没完。哇，小可！哎呀，天啊！李成静，小可人呢？他应该就在前面。什么叫应该就在前面啊？这乌漆麻黑的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哎，你找啥子？男神，你慢一点。小可。小可。哎哎，什么鬼？什么熊？哎哎哎！哎呀、啊！没事吧？先起来再说。先起来再说。怎么了，小可？冻死了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你们居然来了，我找不到你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女神经。没事，先起来再说。来，我扶你。来，怎么回事啊？通病。你姐不是说你拿草药回去给奶奶煮药了吗？没有，姐姐让我在那边等她。什么回事啊，女神经？我就知道是你在搞怪，你干嘛呢？怎么一天都乱跑你啊？找个药这么费力，明明是你让他在这里等你，现在你告诉我啊，他到处乱跑，什么情况？不是你让我在那里等你吗？雨神经，怎么回事？回家吧。回家什么？站住，别跑！我操！那个小可，这样吧，我先送你回去，行吧？有没有摔到？摔到哪里没有？我回去没事吧？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只狗，一杯酒，一夜，一下子。